我们的国文课程对你来讲最大的帮助是什么？我觉得是就是长篇阅读，因为我来之前就是长篇阅读很难，就是每次写我都靠运气，就是来就是都会教什么圈关键字，还要先看题目再读那个文章，我觉得帮助蛮大的。做题本真的很重要，非常重要，超级重要。去年我也是坐在那边，然后站在这里的学姐也跟我说很重要，非常重要，所以我也要跟你们说真的很重要。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到会考的现场的时候，我坐在那边我看的其实都不是讲义，就是我的错题本。其实国一国二的段考我真的都没有用那个方法，因为我觉得哦，我应该用我自己的方法就好了。可是等到第一次模模考，我们学校模模考，模模考的时候时间给的很短，25分钟叫你写完一本题本，因为时间很短，所以你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抓到关键字。真的最好的方法就是邱老师的方法，就赶快去圈题目，然后再去看你的文章，这样子是抓到就是正确答案的最快的方法。我觉得我在这边国文学到最多，其实就是面对那种阅读理解或者是文艺分析那种，如果你自己读，你会完全不知道从何下手的那种东西。我觉得邱老师这边可以给你很大的帮助，就是你起码你可以先知道说怎么切入，然后一些对于有阅读障碍像我这种，就是怎么样的拆解方法你会比较好理解的文，懂长的文章的这些文意。